我先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斌。今天来到湖南啊，好，今天往里面挤哦，不要制造爆满的假笑，知道吗？往里面走，里面走，好。今天晚上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很多人，在我去年的一整年的过程中给我的一些支持啊，他帮忙哦，包括从学到来的各位那个铁粉们，谢谢你们来，还有部落的家长，还有部落的弟弟妹妹他们来，辛苦了。好，因为有你们哦，我怎么让他翻起台，我这边才会有今年的那个小小的一点点成就。然后因为得奖哦，就是大家墙壁看到那个金奖入围啊，6个。很夸张哦，我是第一次去上面入了6个，然后得了2个，啊，奖金就像就在你的嘴巴里面吃进去一部分。这个地方是都兰部落的石壁哦，就是我们的聚会所，啊，从日据时代到现在都是哦，但是公益政府来到这边就盖了一个建筑，出现之前校门口就是那样的，所以一模一样。啊，比较早之前的就是，陆续时代开的，那已经没有了啊，现在是水泥盖。好，这个位置是我们苏兰部落的大社区这一块，啊，几自起的，是陆续时代所建构起来的社区。啊，以前的部落不是在这里，在上面一点点而已。啊，这个来的时候就把矿几自起，对，哇，从此之后陆续变得还有秩序。一个放一个这样放进去，就很好认。啊，我家在最中间，你们自己去找。我家在最中间，不要每次去敲我家的门啊，没有门哦。好，然后都兰大村，然后旁边有四个小部落，啊，都是跟都兰一起的。然后，这是我们都兰村现在的状况。